预备。瞄准。卢市长，哎，慢点，慢点。报告市长。金厅长，这个案子我要重审。你怎么能没有公审就执行枪决呢？啊，卢市长啊，这个陈震他不是个普通的犯人，他不是个逃犯嘛？逃犯？逃犯不是人吗？逃犯也是人呢，就算你不尊重他，也要尊重国家的法律啊！啊，是是，哎，卢市长，你来看啊，这里有一份档案啊，这档案里呢有上海市市长的亲笔签字，证明七年前上海枪毙陈震的那个案子，他是个骗局呀！啊，请过目，请过目。为什么这份档案是东洋领事馆给你的呢？是这么回事啊，东洋人呢、啊、他不失信呢、啊、就要追查陈震这个案子，所以嘛就把这档案给我了嘛。岂有此理，开口东洋人，闭口东洋人。不错，我实话跟你说了，现在这个陈震就是七年前在上海大闹虹口道场杀死了很多东洋人的那个陈震、哎、我不是说这个，但他这个罪不是打家劫舍，不是出卖国家，不是危害国民，而是为我们中国人争这口气，为我们中国人争光。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些东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他们要蚕食我们中国，我希望能多出几个陈震呐、啊！啊，是啊，但是卢市长，你不是中国人吗？我好吧，卢市长啊，大家都是当差的，既然今儿见没有第三者在场，那我就实话对你说了，你是个带兵的，你是个师长啊，你是呼风得风唤雨得雨啊，我呢，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警备厅长啊，没权没势，我只不过是管管交通啊，整理市容啊，现在东洋人逼得那么急，你让我有嘛法子呢？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话？我办了一件错事儿啊。你做错什么事？我守了东洋人左藤八川的一件大礼，所以他们才逼着我呀，叫我干掉陈震呢。那龙市长啊，现在是证据确凿，我也没骂责了。什么证据确凿？这有根有据的，你要我怎么办才好呢？你真是白混了一辈子，真是没用。证啊，这不是没证据了吧？哎呀，你把证据都毁掉了，你叫我怎么向东洋人交代嘛？有什么不好交代的？天大的事儿我顶着。好，既然市长肯负这个责，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啊，还有，我把陈震交给你了，出了什么差错，拿你问罪。是。市长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大哥，我想他们已经答应了陆大哥，就算办不到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再等等吧。嗯，好消息，好消息，一切都解决了。那陈真呢？瞧你急的。没有，大家都很急嘛。情况怎么样啊？龙老爷说服了金厅长，陈真很快就能出来了。那太好了，
其实这事徐老板帮了不少忙，我们应该去谢谢他。嗯，那当然。请问，我在这儿等候佐藤先生很久了，不知他有空没有？等着吧。陈真的事，我自有办法。佐藤先生，那么我们以前干的事儿，不全都白费了吗？未必。佐藤先生，徐老板已经在外面等了您好长时间了。你跟他说我没空，让他走。嘿，到底什么人在帮助陈真？佐藤先生，听说他是天津来的一个大官，还是个市长。哼，那我倒要见见他，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来，请喝茶。谢谢。请问徐老爷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快回来了，已经出去一上午了。哦，你有什么事啊？没什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他。哎，老板回来了。徐老爷，有什么好消息？关于那桩生意啊，里边谈吧。龙老爷从天津来了，只要公文一搞好，我师兄就能放出来了。这就好了。徐老爷，怎么您不高兴啊？陈真的事儿总算解决了，我却中了佐藤的计。中了佐藤的计？是这样的，佐藤来诈我，叫我让棉纱给他。为了陈真，我答应了他。哎，你不知道啊，我到处奔波才把棉纱凑齐，昨晚却在仓库被人一把火烧了。您知道是谁干的吗？当然是那帮东洋人干的。那佐藤怎么说？还不是逼着我要棉纱。能不能找佐藤说说呢？哎，没有用了。今天上午我找他，等了一上午他都不肯见我。都是我一时失策，唯有卖几间厂房赔给他了。什么？要卖几间厂房？徐老爷，不如请龙老爷帮个忙吧。龙老爷？我不熟悉这个人呢。没什么，这件事是为了救我师兄才引起的，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我没有帮他的义务啊。一来我跟他不熟，二来呢，地上没什么瓜葛。龙老爷，我知道你和他没什么交情，但是这次你就是为了救我师兄来的，他是我师兄的朋友，你就帮帮他的忙吧。陆大安，我为什么救陈真，相信你一定很清楚。我清楚，但是这件事就是为了救我师兄才引起的，如果您不肯帮他，我自己会找人帮他的。可是东洋人早就想借我师兄的事一箭双雕，把中国人的沙场通通吃掉。哼，说得倒轻巧。龙老爷，您不知道佐藤霸川这个人手段卑鄙，心眼毒辣，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又是佐藤霸川，这帮东洋鬼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张牙舞爪，如果龙老爷您不肯出面，以后的中国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做事一向公私分明，不管怎么说，陈真是带着我的外甥孙，我帮他于国于家都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那个徐彦农，只不过是商业上的私人纠纷，
我不想滥用私权跟东洋人发生什么冲突，只好无能为力了。恩龙老爷，报告市长。什么事？东洋商会会长佐藤霸川求见。恩龙老爷，您不找他，他还来找您呢。哼，他一定是为了全真来的。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你马上给他发个请帖过去，让他来见我。是。先生，请二位留下佩剑。慢。这位长官，我这两位贴身武士有带剑的习惯。哦，龙师长有规定，在这儿就得这么办。要不就请二位留下。你放心，在龙师长管辖之内，你是绝对安全的。你们留下。嘿。佐藤先生，请坐。我去请龙市长。请用茶。谢谢。不谢。龙先生，龙师长，你来了，请坐。你出去。是。龙师长，我想你知道我这次来是为陈真的事。够爽快。不过陈真的事已经了结了。我看未必。说来好笑，前几天这儿的人个个都想重审陈真的一案，本来上海的公文已经给陈真定了罪，没想到龙市长一来，他连罪都没了。所以我想和你商量一下，能不能重新审判。那又何必呢？那个陈真不是早死了吗？哪能呢，我们查明这个陈真就是捣毁虹口道场的那个。佐藤先生，其实金武馆已经赔了不少命给你们了，做人不能逼人太甚，要留有余地才好啊。况且威胁市长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龙市长，不要以为当官就可以胡来。告诉你吧，我在这儿是有一定影响的。混账，我哪件事不是遵情守法的办？我还没放陈真吗？我也用正当的理由向领事馆提出抗议，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了结。随你的便。今天就算我领教过了。慢着，佐藤先生，本来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既然你来了，我不妨告诉你，我就是徐彦农的后台老板，你别指望赔给你一个子儿。龙师长，你用不着吓唬我，等接到尸首你就明白了。好啊。佐藤先生，什么吩咐？
说要你去杀一个人。杀谁？天津来的龙师长。嗨，你要收拾干净，不能留下痕迹。知道了。龙师长，这次多亏了你呀。哎，哪儿的话，所谓心静则明嘛。如果佐藤不来找我的麻烦，我也不会当面和他发生冲突的。哎，龙师长，这帮东洋人真会罢休吗？没关系，有我呢。嗯，不不不不，佐藤这个人一向心狠手辣，我看还是小心为好啊。他又能把我怎么样？我看他不敢。不过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您还是小心点儿。齐老板，令千金这么关心我，没事儿，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龙师长，那么陈真是不是真的没事了？当然没事了，从上海来的那份公告和文件已经让我给撕烂了，还有什么办法控告陈真呢？那他什么时候出来呢？我已经派人抓紧去办了。师长，夜长梦多，放人的事还是越快越好啊。那当然，我是想放陈真，你说是不是？答案。龙老爷，不过这么多天了还不见人回来，会不会是佐藤带捣鬼啊？哎，不会，要那样我这就派人放陈真。有龙老爷这句话，我们还担心什么？来，干杯。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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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麻烦你老远的送我们。哎，麻烦什么？顺路嘛。前面怎么了？马路起火了。你下去看看，小心点。好。就早点说，我们去。这件事儿我要向佐藤先生解释。佐藤先生可不想见办事不利的人。我真不明白佐藤先生为什么会重用他，他不过是个浪人而已。不要乱来。怎么是？嘿，佐藤先生，柳生来了，叫他进来。嘿。佐藤先生，
失手了。是，对不起，我刚要下手，却见到徐彦农父女俩。就算他有幸，注定龙师长不该死。是在下失职。算了，这件事在下愿意负一切责任。师兄，已经是好多了，龙师长说你很快就能放出来了。佐藤不是一个普通的东洋人，我看龙师长未必斗得过他。话不能这么说，龙师长有权有势又有谋略，佐藤霸川哪能和他斗呢？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龙老爷如果把事情搞大了，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争执，到时候他未必负责任。管他呢，到时候再说吧。不过龙老爷还帮了徐老爷的忙，听说徐老爷的货仓被烧了。是啊，是那些东洋人干的。有证据吗？有人证，但那人烧的就像烤面包一样了。九八，不要说我，什么事？我问你有没有事。没什么事。你在这打瞌睡怎么知道？他一直没把我吵醒吗？表叔，小圈，他已经两天没醒了。哦，小圈，你醒醒啊！小圈，表叔问你呀。小圈，你知道是谁放的火吗？小圈，哎，这事儿很要紧啊，你醒醒啊，小圈！病人伤势很重，你们别吵了。哦，我们是想，我现在准备给他做检查，先出去。岂有此理！我几十岁的人了，从排长到师长，没人敢行刺我。这小子也太胆大了。何必动火呢？我们总能查出来的嘛。查什么？肯定是佐藤干的，我饶不了他。千万别这样。现在东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万一和他们闹僵了，他们会闹事的。那就会影响到国家。找谁呀？啊，我找徐老爷。龙师长，什么事？徐老爷，这是诉讼状。什么事？佐藤告我违约。他真是不进棺材不落泪呀。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和他公堂上见吧。哎，但是我们白纸黑字肯定要输。你放心，船到桥头自然正，我自有办法。那你？我反告他放火。他要不承认呢？你别忘了，我们手里有人证，他不能不认。嗯，师长，徐老板，小泉他死了。死了？啊？怎么死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行，我一定要先发制人。无事不登三宝殿，龙师长此次前来有何贵干？佐藤先生，我从来没被人行刺过，真刺激啊。哼，我想你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也许是吧，不过这个人我一定要查出来。龙师长，此次前来你是为了徐彦农的事吧？你真聪明，我给你个机会把他收回去。对不起，佐藤先生，做人要留条后路才好啊，就算上了法庭也未必有好处。
确实未必。佐藤先生，你可别忘了徐老板仓库的那场大火啊。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哼，彼此心照不宣。如果不怕麻烦，我们公堂上见吧。我给你个机会，你考虑一下。将军，徐老板，这盘棋你要输了，可得小心呐。哎，棋输了不要紧呐。现在最担心的是，本来我们可以抓住那个证人，现在又让他跑了。哎，这不要紧呐，让他去告诉佐藤好了。佐藤会信吗？那就难说了，有那么多人保护证人，他都不信，那我这盘棋不是就要输了吗？师长，你是佐藤会怎么做？我？我是佐藤啊，我就说算了。报告师长。什么事？佐藤先生求见。让他进来。是。徐老板，这盘棋别下了，我赢定了。这么有把握？如果佐藤翻脸，他今天就不会再来啰嗦了。佐藤先生，请。哦，佐藤先生，你今天一定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吧？啊，不错，我决定取消与徐老板的合约。还有，陈真的事我也不追究了。好啊，大家都要以和为贵嘛。好，徐老板今天也在这儿。现在我做东请客，咱们喝他个一醉方休啊。你可以走了。走吧。叔叔，叔叔，邓爵，叔叔，邓爵，邓爵，叔叔，安叔呢？在那儿呢。师兄，大安，你没事吧？那我们回去吧。哦，回去喽。
陈真，快点啊，大伙儿等你吃饭呢。表叔，哎，洗个热水澡，整个人就精神了。现在你出来了，大家就放心了。表叔，这次太辛苦你了。哎，就别说这些个了，只要你出来，辛苦点也值得。告诉你，这事儿多亏了龙老爷。你想不到，龙老爷肯帮忙。哎，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你师母的姨父，东爵的姨公。多多少少有点亲戚关系，他能见死不救吗？表叔，你不知道。我知道，答案告诉过我。古话说得好，君子不计旧仇。我看龙老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不会斤斤计较的。这样就好。爷爷叔叔，快吃饭。哎，走吧走，都等着咱们呢。各位，这几个月来大家为我担心，四处奔走，我真不知怎么感谢各位才好。今后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表表心意。来来来，方馆主，这几年来我和东爵在这打扰你了，也麻烦了大家，真不好意思。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武馆有陈真我还不知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若有怠慢之处请多包涵。熊儿啊，到了城隍庙也不一定能抽到这么好的签儿啊，你呀、啊、应该留陈真在这帮帮忙啊。好啊好啊，瞧，方姑娘都说好了，你就留下来吧。各位的心意我领了，如果不为这事，我早和大安回上海了。其实我真舍不得离开大家，这次大难不死，我要尽快赶回去完成师父的遗志，重振劲舞。哎呀，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别客气了嘛。陈真也在这里，大家干一杯高兴一下。哎，大安，好好，哎，你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那你还认不认我们是师兄弟？那当然了。既然你有事，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嗯，但是你信不过我。不是。好，那你收拾一下，明天一起回上海。什么？明天回上海？哎，师兄啊，你先带东爵回去吧。为什么？我还有点事要办。既然你有事就讲出来嘛，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件事我一个人就行了。好，那你好好休息吧。嗯。东爵，叔叔，你知道安叔有什么事儿？嗯，不知道。东爵，你听着，如果你不说，安叔就不能和我们一起回上海了。嗯，我答应过他不讲的。东爵，你还听不听我的话？听。那你说。我听姨公说，等你出来以后，要大安叔去顶命。东爵，大安，是真的。
师兄，你别听小孩胡说。答案，我问你是不是真的？我说了不是。答案。什么事？放开，你们出去。是。陈真，就算你要答谢我，也不要这么晚呢。陆老爷，我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杀陆丹？哼，杀人偿命是应该的。这么多年了，龙海生的事你还放在心上？不错，他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那是他自己的错，他罪有应得，关陆大安什么事？我不管这么多，总之杀人要偿命。好，既然你这么说，那就让我偿命，放了陆大安。不行，我一定要赏罚分明。